几多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摔倒，红毯摔跤。啊啊！睡着。啊！呱呱坠地，没事。出生，呱呱落地。刚才谁说的？出生牛犊。出生婴儿。第二个字答对了。这个一样吧。生出哎对生出哎对对对对出水芙蓉不是对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养迪哥哥说的第二个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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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是养迪哥哥说的第二个字你在搞咩啊生什么生什么第二个字什么生死生生死生死财神保贼生不如死生死相生死相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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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答对了对对对生死相依偷题了偷题了好来谢谢英子啊给多个字啊给多个字呱呱呱四个字啊四个字四个字啊四个字这怎么说呀偷偷头发头头是道头发乱了哇你居然答对了啥妈什么哇这么厉害吗他们俩果然可以沟通真的是真的是因为英子跟许魏洲之间有一种那种粤语的一种心有灵犀都是一个水平了啊也会怕有一天为你到 No We do the song 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是你共我哇这首滚滚财源滚哎反了怎么到我这儿掉链子才到了才到了恭喜大家财源滚滚财源滚滚来这是各位最期待的一组表演嘉宾不会有我最喜欢的赵英子和许魏洲吧高藏衣藏为都不想怨天尤人我当初一切给决定都错综在寄给海搜中我什么时候变成谐星了许魏洲怎么说话呢谐星怎么了哎你们俩很搭哎是不是我们俩今年很有 CP 感一对一对来比心打开胡姬花真香好运来祝我好运加油接下来给你们一个机会请用标准的广东话邀请在座的四位粤语最好的老师来进行猜题是啊我一定广东话好犀利啊你要邀请的是慢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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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慢老师慢哥慢哥梁家辉老黑老哎呀老黑梁家辉老黑郑宇哥哥
果果。谁？果果。烧我，烧我，果果果。开机，解决。开机，解决。我让你讲广东话，你跟我演外国人干什么？开机，解决。四个字，举命，举命，点音举命，什么？剧名，我来翻译一下电影剧名。刚刚绝对是陕西话，举命。拆成，拆成。我是小钱呐，我是小钱呐。成了幺万，成了幺万，成了幺万，成了幺万。我是小钱呐。四个字。一首嘎嘎果啊，嘎嘎，一首嘎，一首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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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近啊，好近，好近，靓女，靓女，男欢女爱，男亲女爱，哎呀。即是男仔唱定女仔唱噶？林克陈老师。李克勤。李克勤。李克勤。难听啦，唔系。第一个字。字。no。字。陈。字。马。唔系。不是啊，说啊，还，对，胡放心者，我已答正确，好辛苦啊，你救过我的命啊，好辛苦，你救过我的命啊，你，好，恭喜女队获胜。接下来我公布在绘声绘色这一轮的比拼当中获胜的是女队，所以可以获得80颗星星，恭喜。男队可以获得40颗星星，我们的四位队长已经将他们拥有的80颗和40颗星星分给了不同的学员，是，到底是均分的呢，还是会其中某一位分数特别高呢？首先有请女队揭晓。因为我们觉得英子、沈月还有凯琪三个人，他们答对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就20、20、20。然后杰琼跟一彤两个人就各有10个星星。好，很公平，表现来的啊。来男队。许魏洲40颗星，恭喜！喂，好嘢，好嘢，好嘢！我真的好中意你嘅广东话噶喎啦！哎呀，多谢啊！这也是一种策略，就直接保他可以进四大巨星，绝对进。对，你听我说，今天节目刚开始，这个环节已经产生2位巨星了，赵英子和许魏洲。我们分手的那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会买一罐5月1日到期的凤梨罐头。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那这段感情就会过期。梦中人，一分钟抱紧，接10分钟的吻。
怎么突然嗨起来了？感情没了，好嗨啊！陌生人，怎么走进内心，制造这次兴奋？我方自跟你依恋过，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思想开始过分，为何突然实现我，来进入我们后梦窝，激起一股震撼，望左人，这分钟我在等，来制造心内气氛，心兴奋。杨迪和徐卫洲，我抽到的非常经典的 TVB，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我觉得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心。我是你饿不饿，我煮面给你吃。你肚子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祝你新春快乐，恭喜发财，新年进步，恭喜发财。好，那咱从他来。我来啊，先对你自己说，粤语啊，祝我哎呦忘记了，新春快乐，新春快乐，恭喜发财，发财，恭喜发财。对抛弃你的前女友说这句话，哼，没有前女友抛弃过我。代入一下，祝人新春快乐，恭喜发财啊。对抢了你女朋友的兄弟说，这算了吧，你们俩在一块儿吧。跟宝娟说，宝娟，宝娟，宝娟，祝你新春快乐，恭喜发财呀！好棒，好棒。英子，好好说，认真说。好，安慰你失恋的朋友。哎呀，分手就分手嘛，下一个更乖。再说了，我们女人啊，不能光有感情，不能恋爱脑，要好好经营事业。这个台词，你这个台词，英子，我还没说到呢，我前期铺垫，你铺垫的这么长，你待会儿粤语必须一模一样来一遍。不要，不要，我走了。重来，你饿不饿？我给你煮碗面吃。情侣刚吵完架，在冷战中。你饿不饿？我给你煮碗面吃。明显是恋爱脑，想要复合的那一个。新婚丈夫刚刚下班回家。老公，你怎么今天这么晚啊？哎，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啊？饿不饿？我给你煮碗面吃啊。贤妻良母呢？很甜，很甜。好，谢谢。接下来，迪哥。好，来吧，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老师，我准备好了。哎，杨迪，你不能像他们那么极限的，你能不能表演一些不那么反常态的？我还表演泰国的吧，要不？我给你的是情绪。好，情绪来，没事。第一个，欣喜若狂。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伤心欲绝。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悲喜交加，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幸灾乐祸。
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垂头丧气，好累啊，好累啊。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坐立不安，宝泉，做人。宝泉，你这是可云吧？可云就宝泉了。司令，太嗨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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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像你的表演没有得到振宇大哥的肯定。不是，你看，我们同学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叫肌肉反应，永远都是表演你最擅长的，所以你的演技就不会有提升。进步，你看，杨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个老师为什么出来说我？不是，杯子交加，为什么你要演？杯子交加无法反的了，在。人主要就是要开心吧，就这样。哇！够了！我承认我错了，当年是我打给八面佛，才搞成这个样子的。对不起。卧底这么久，每天都在想念老婆，每一天都想回家。我老婆进医院，我女儿出生，我都不在他们身边。是，我在泰国的时候怕死，我打给八面佛。我只是想取消交易，我不知道会害死兄弟。这五年我每天都很愧疚，很后悔。我甚至不敢面对他，只能自己骗自己，说我没做过。我真希望当年在泰国死的那个是我。对不起。这段难度相当高了，已经就是需要跟演员同步呼吸。哇哇！有请许魏洲、刘亚文、薛凯琪、李一桐。我跟你讲，今年开始许魏洲要开狗是狗场狗场演唱会。对呀、啊，我们推广广东话就靠你了，许魏洲。天南海北团聚在一起不容易，但是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还会有一些特别的习俗，所以我们现场不妨来聊一聊自家过年的习俗好不好、嗯、就是我们刚一开始一大早一点那个鞭炮、哦、而且一大早就把我们炸醒，然后我们会自己捡那个窗花，就是我们一直保留这个习俗，就是现在不是好多人就是去超市去买那种现成的，但是我们都是老人小孩子一起嚼着剪，对。那你会剪吗？会剪。会剪。我们家那边就是早上5点钟起来就得吃饭，吃不下也得吃。年夜饭早上5点吃？也就是新年的第一顿饭早上5点钟吃。然后呢，我们会拜年是从街头拜到街尾，就是一整条街，你每家每户都得去敲门，就是叫拜溜年。那谁过年的时候收红包？现在还收红包的有没有？李治廷还在收红包？为什么不收啊？你也在收红包？因为香港是这样子，你没结婚，对，你都可以收红包。结婚的人就要给红包，哪怕他是比我年轻。哦，是这样的。是，我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因为我拿了18年没有，拿了41年的红包，对，对，你还在拿对不对？你也还在拿？还在拿。其实我们这里面最能拿红包的应该就是子珊了，
应该你是到目前为止都是长辈都要给你红包吧？其实我记得我也给过别人红包，因为我在我老家已经是一个人，已经是几个人的。你是长辈了，幺爸，你是长辈了。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四川那边辈分特别高，他有可能是谁的那种小爸小叔那种了，对，类似这种。哎，那重庆人过年有什么特别的风俗习惯吗？打麻将。打麻将。然后可能会在初一的时候早上去捡这种柴，就是把柴捡到家里来，就相当于我今年要赚很多钱，把钱都放到家里来。哦，那我们在香港啊，年三十就是去捡桃花，就过了那段时间以后了，那些卖不出去的桃花了，都扔掉了，那我们就去捡，啊，很落力的捡，啊，完了以后拿回家里，都拿回家里的每家每户啊送，也希望他们再给个红包。而且这个也兆头很好啊，吉庆有余嘛，啊，就是市场里面它多出来的东西，我们把这个吉庆有余给它带回家。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给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华人观众拜年了，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阖家幸福、健康平安、好运连连，快乐。喜庆祥和，一起进入第二环节。甜甜圈圈乐。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会展现风格多元的港乐游戏规则，男女队各派三人参与歌词抢答，其他人员站在后排水桶惩罚区域。歌曲停止播放之后，抢答成员抢答并说出正确答案。答错则是本队成员受罚，答对对方成员受罚。我两队都不算的，是这样的，你算女队，因为刚刚你算男队嘛，表现太出色了，所以女队强烈要求你加入女队。哦，欢迎来到女队。毕竟我是曾经出过专辑的。哦，也出过专辑。但当然了，你没听过呀？当时销量没有，都绝版了现在。游戏即将开始，请大家各就各位。来吧，来吧，请就位。大年初五的习俗是迎财神，所以这一首歌也是在大年初五的一份美好祝福。中国香港地区歌手刘德华先生演唱的《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个我会唱。恭喜发财。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摇撼的购物豪迈，恭喜发财，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祝好的招到来，不好的全走开。礼多人不怪。回答错误。哎，回答错误。哎，回答错误。对吗？不可能。就是这个呀，就是礼多人不怪啊。怎么会错呢？没错。哎，人多礼不怪，礼多人不怪。不是，他错了。不怪，不是礼多人不怪。人多理不怪，怪人理不多，多人不怪理。快抢答，快抢！哦，不会。快想，快想。理多人不怪，道理上是对的。哦，理多人不怪，就是这个。人多理不怪，理多人不怪。来来来来，请答题。来，说说。哦，礼多人不怪。回答正确。来来来，拿标准答案。哦，礼多人不怪。少了个哦啊，有个哦啊。梧桐，等等，
哦是词儿吗？哦是词儿，是不是刘德华自己哦的？当时也是一个创作嘛。你多他有的时候乖乖，这样好了，你是人多你不乖，为了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我们听一下到底是不是他唱的。从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你多人不乖。他唱的是算了，我们认了，我认了吧，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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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女生组也走太远了吧。团队嘛，团队嘛，都在一起。对，虽说是五人惩罚，对，但是这是一个有着幸运含量的惩罚项目，只有三个水桶有水。啊，三个。不是每个桶都有水，随机的。好，来准备。好幸运哦！脑袋进水了。哇，还能抓着造型！依然是一首深情厚谊的歌。尔冬升导演执导的电影《刘青云》，袁咏仪主演《心不了情》同名主题曲《心不了情》哦，这题必须得会，这个应该。爱你怎么了呢？了了？不是不是，我是跟你商量一下。爱你怎么难了？难了？爱你。哦。你说爱你。爱你。怎么能了？爱你。怎么能了？怎么冷？怎么能了？怎么冷？能了？刚刚他们在唱。爱你怎么能了？必须唱出来，不是哎，他唱不出来，他唱不出来，唱吧唱吧唱吧唱，我想唱到你唱不出来，什么什么唱唱什么，回忆过去，重复的唱，这个来上一句上一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对，就到这儿了，不可以，后面还有两句。今夜，来回忆一下，来我们捋一遍，唱一遍。回忆过去。行，又是这一句。啊，我知道，不是。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来，预备走。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耶！漂亮。我们听一下标准答案好不好？来，请听。男队获得一分，还是不容易。你过去重复。接下来女生可能要受一点小小的惩罚。集中，都走进去，都走。
都走一起，都走一起。没事。三、二、一。佳慧哥的外套还是很干哦。好，下一题。中国香港地区女歌手汪明荃演唱《万水千山总系情》，必须要用粤语接唱。完了。哎不，哎。哎呀！哎。哎呀！好痛啊，大佬！你那么认真干嘛？哎，佳慧哥啊！你们有没有游戏精神呢？对啊，大卫哥出手吧。